小姐，你做什么？卢家门风清正，到头来被你这个放荡女坏了家风。徐之火，你在外面勾引男人，闹得全城皆知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羡慕吗？你这个无耻荡货！可怜呐，你怕是想做荡货，也没人要。我撕了你个嘴！你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二乔，让开！放开我！不是要撕了我的嘴吗？请吧。你以为我不敢是吧？我就赌你不敢。动不动手啊，书还没有看完呢。卢家娶了你这种女人，简直是家门不幸。小姐，卢家人越来越过分了。你还笑？我当然要笑了，我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因为我弟弟要来了。这么一算，应该再有2天，凤年就到阳城了吧。